这首歌曲绝对是陈楚生的成名曲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？左手的和弦一共五个 ，AM 和弦、DM 和弦、G 和弦、C 和弦、E 和弦。右手的摇滚节奏型一共四拍，第一拍下，第二拍下下上，第三拍下上下，第四拍下下上，连在一起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的日记里哭？